有感觉到有什么疫情的变化，因为日本方面安排的非常好，基本上是跟外界隔离的，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安排和保护，我们很安心在这儿。另外一个，如果在全球疫情的情况下，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努力的控制疫情。如果说东京奥运会可以如期举行的话，我觉得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伟大的一个奥运会。它能够在这么疫情严重的情况下，让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都可以参加比赛，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接下来请朱婷您分享一下今天对今天比赛的感受吧。很珍惜这个机会吧，能够出来打这场比赛，因为从2019年之后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很多比赛，所以从节奏吧，包括到一些感觉上，也都是在努力找到最好的状态。一下朱婷选手因为这个体育馆是奥运会的排球馆，所以想问一下朱婷选手在这个比赛在这个球馆里面打比赛感觉怎么样？另外想问一下郎指导，因为这次东京奥运会呢是带着想是就是连胜连冠的一个想法来的吗？还是说我们接下来有什么目标？首先请问朱婷选手，请朱婷选手回答的时候能不能用麦克风？谢谢。是在这个球馆里面打比赛感觉怎么样？就是在因为是奥运排球馆里面。我觉得球馆很漂亮。把开关开一下，不好意思。球馆非常漂亮，然后进来打球之后，拿起球都好，打球是非常舒适。